好，那就开始喽。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在区块链上面做自动化的任务执行。那这里有简报连接，有需要的话可以用一下。对，那我今天基本上讲的不会太深入，就是稍微带一下，为什么会需要研究这个题目，就是因为区块链它这个执行程式的环境比较特别，有蛮多的限制，所以你可能在设计上就会需要考量到，就是怎么做才有办法让它如你预想的动起来。对，那还有就是介绍一下目前可以用的方案大概有哪些，然后还有一些别人发明的 best practice。好，那我是陈品，研究区块链有一点久，对，那比较多时间都是在做以太坊的偏 research 的工作，然后做 open source project，也做 DeFi，然后开了一间公司叫 Palace。那以前比较多做 B2B 的 solution provider，但最近的话就做更多是就是比较 2C 的产品，然后之前3年前做了一个叫客家财经的一个 brand，那里面反正就做一些比较小的 DeFi 产品，那为什么要带到今天这个题目？先给大家一个比较广泛的理由，就是我们在区块链上开发或执行程式，实际上你拥有的控制权是比较少的。对，就是跟你平常写 front end 跟 back end 会很不一样。对，就是我们想象中的写程式应该是你写一段 code 之后，你可能把它放进某个 runtime，然后它就会跑，你就会得到你想要的结果。对，但在区块链里面，其实你开发的 smart contract，通常更像是一个 object，就很像是你自定义的一个 class，然后被放到区块链这个大程式里面跑。它可以呼叫你的时候，你才能动。对，所以实际上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你有很多做不到的事情，包括像程式执行本身，它是所有的 transaction 它都有一个 timestamp，但是交易本身是没有时间长度的，就是一笔交易不会跑了0.8秒，对，就是所有交易就会在一个瞬间从全部没有到全部有，对，所以你是没有就是执行状态的时间差异的，对，就它总是从一个本来的 state 移到下一个 state，但它没有中间的过程可以被展开，对。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区块链有一个限制是，你所有的使用都必须要付钱给矿工嘛，就是你送交易、送钱、跑合约的程式、读 storage、写 storage，全部都要付 gas，所以一个截至目前为止还不太可能被克服的限制，就是所有的交易的源头一定是人类持有的私钥，对，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人，他已经用签账的方式承诺会付手续费给矿工，才有后面的事情，对，否则就是你不能要求程式自己跑起来，因为总是要有人替他付钱，对，就有点像就是你用云端伺服器，总是要有人绑一张信用卡在那边的感觉。好，那这边简单帮大家复习一下区块链的基础架构，就长这样。就是第一件事情是所有的以太坊上面的地址可以分成2种，一种是私钥控制的，那就是普通的钱包的那种地址，然后另外一种是程式码控制的，就我们通常会叫 contract account，就是它没有私钥。它不可能是交易的源头，但它因为里面有一些程式逻辑跟状态，所以在被呼叫的时候，它可以相应的去做出一些反应。对，可是它本身不会是 gas 的来源，gas 来源必然是左边的这一种。然后实际上，我们在进行一笔交易的时候，就会长得比较像这样子，就是最源头必然是某个人签署的交易，那这笔交易在触发了合约之后，合约可以再去触发更多的合约，
就形成一个所谓的 cold chain，然后你所有需要执行的事情都可以在里面被完成。好，那所以回到我们的主题就是，我们什么时候会想要把任务被自动化？大概可以分成两种，第一种是我希望隔一段时间就重复的去做一件事情，就是比较像 cron job。然后另外一种是基于条件的触发，就比较像 IFTTT 或最近比较红的 N8N，对，就是我想要让程式可以自己在发现某个条件被满足的时候去做一些后续的动作，对，但这件事情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我们会需要借助一些架构设计或者是辅助的服务才有办法做到，对。那我这边先给了几个，算是蛮常见的 use case，像是预约交易。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例子，就是比方说，你现在如果要在区块链上交易的话，有些人会去挂所谓的限价单，就是现在市场的币的价格是2000块，但我希望可以在1500块的时候买到，那我的单子就会摆在那边。那如果有人发现1500块到了，就会帮我去跟可能去中心化交易所做交易，对，然后。另外一个也很常见的例子就是清算，就是讲到借贷啊，或者是杠杆交易，一定会需要处理的就是避免坏账嘛，对，所以清算也是通常这种金融协议会很重点关心的一个题目。然后最后是一个比较跟效率有关的，就是很多金融里面讲到利率都会考虑单利复利的问题，对，然后DeFi 很流行的时候，也会有所谓的 yield farming，就是利息农耕。对，那里面其实也会对，就是这个，就是收割之后换成钱再复投的这个频率会有一些关心，因为你如果放着跟持续频繁的，就是收割再投入的话，你长期来说的利的收入，就是总报酬可能会差蛮多的。所以总的来说，就是你需要有一个人帮你一直按按钮，对，那这个人该是谁呢？你在区块链就你没有办法 set interval 或没办法跑一个无穷回圈再 sleep，所以你就必须要靠一些别的方法，对。那比方说像清算的话，我们通常用的方法会是给经济上的奖励，对，所以像图的这边。可以看到滑鼠吗？诶，可以。对，比方说下面这个是 Lending Protocol Aave 里面的一个截图，那它这边就有写有一个东西叫 LTV，就是 Loan to Value。那它讲的就是有点像我们平常在借钱，比方说什么房屋贷款的贷款成数，它就有点像这个概念。所以它写 LTV 是82.5%，意思就是说我放100块的抵押品。可能是像这边是以太币，那你最多可以借出82.5元，对。然后这边会有个 liquidation 的 threshold，它这边是86，也就是说，我今天可能放了100块等值的以太币，然后借出82.5美元来花，那借钱会产生利息嘛？那一旦利息从不一利息不断累积，让我的欠债余额从82.5跑到86以上。还没有到100的时候，就会触发系统的清算。对，那这个清算跟银行就会很不一样，因为银行就是它可能会催缴你，然后你不付钱，你就会被法院强制拍卖之类的。对，但在区块链上，因为没有这种强制力嘛，所以协议的设计上通常会是允许任何人都可以帮你在条件达成的情况下去还债。那问题就会在谁有动机做这件事情，对，所以我们通常后面就会再多给一个，像这边这叫 liquidation 的 penalty，对，5%，意思就是说，好，你今天抵押品还价值100块哦，那你欠债可能突破这个警戒线的，你从100块抵押品借出了87块了，因为利息累积的关系，那这个时候如果别人来帮你还这个87块的话。他会从你的抵押品里面拿走的，并不是87元，而是87元再加5元，就变
二，对，所以实际上就会让不特定多数人都有这个动机去帮你还钱，因为他当他帮你还钱的时候，他可以从你的抵押品里面抽走比他实际支付的，就是现金还要更多的价值的抵押品。对，那这就算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就是利用这种可能你可以想是经济激励或赛局理论的方式来处理区块链上某一个事务需要被执行，但是不保证有人可以做。对，那他这边的方案就是给奖励。对，那只是说这边的奖励它直接来自于被清算人的钱，所以它同时也可以被视为是一种惩罚。对，那另外一个也常被讨论到的问题，就刚好提到的，就是所谓复利。对，因为区块链上有，比方说像刚刚讲到 Lending Protocol 的利息，它有时候是它的模型本身是单利计算，但它会不会在每一次合约被触发的时候去，就是把从上一个计算的点到现在的利息滚入本金，然后下一次又会再做一次。那还有第二种情况就是刚刚讲到，就是流动性挖矿的时候，你如果可以把挖出来的价值比较不稳定的代币卖掉，换成就是可能比方说 LP token 的话，那你的利息的计算就会从单利变复利。对，那理论上如果你可以抽无限多下的话，你的利息就会从 APR 就是线性计算利息变成 APY 就是指数提升的这个利息。对，那这个在你的利率小的时候感觉其实是不是很明显的，但如果在你的 APR 很大的时候，APR 跟 APY 的差其实会非常的明显。对，就是假设有一个年化报酬率是100%的东西，那如果你可以把它变成不断复利的话，它可以达到172。对，那这其实就蛮有动机这么做的，就是我只要能够找到人，不管是谁来不断帮我撮合约，我就可以多赚72%的钱，听起来好像蛮不错的。那有的方案大概这些，第一个就自己来，但这个是普遍不被有区块链精神的人接受的做法。就是如果一个 project 跟你说，我做了一个去中心化金融产品，然后会需要这种就是任务被完成的环节，那官方会自己写一个机器人，不断的去戳区块链。这听起来就蛮怪的，因为就至少它很中心化。然后第二是，当没有经济诱因之后，那假设它某一天可能就是跑路了，或者是公司倒了，店收一收不做了的时候，那整个协议可能就会出问题。对，但如果是比较没有跟大众利益相关的，那确实自己写一个机器人，或者就写一个 cron job，可能是一个就是比较方便的做法，对。然后再来是，等一下会比较仔细分析的，就是用 SaaS。对，那现在这种链上帮你提供就是撮合约服务的这些协议其实还蛮多的哦，像 Chainlink 它本身是一个预言机，但因为它经营预言机之后，就有这个大量的所谓的 validator，就是很多质押代币来做各式各样工作的人。所以他们后来衍生出就是帮你用他们这个 validator set 来戳你的合约的服务，然后 Gelato 本身也是一个就是专门在处理就是交易自动化的一个协议，然后 Open Zeppelin 也有做，但他们是比较 Web 2的做法。然后再来悬赏，就是刚刚讲的，就是我试着在协议里面设计一个环节是。你只要帮忙维护这个协议，做了一些有价值、有贡献的工作，就会拿到钱。对，但因为在刚刚那个例子里面，钱的来源可能就同时会是另外一个借款人的损失。对，但有些地方的就会比较没有那么的对抗性，就可能是给的奖励是来自可能 protocol 的 token。对，然后还有一个也非常常见的做法就是，有一些计算我会直接夹在使用者的交易里面，让他不知情的去帮忙完成。对，那像 Lending Protocol 里面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常发生的，就是当你想要在
这些 protocol 里面去借钱或存钱或还钱的时候，你经常也帮忙做了一些计算，对。那当然一个理由可能是因为这样可以确保就是所有的计算都是精准的，对。但某种程度上，它就是直接利用了协议本身会不断的有 user 进来跟合约互动的这个现象，然后就让它顺手帮你就是把该搓的合约、该搓的 function 搓一搓，对。那当然，这其实就会有一个蛮不好的现象，就是互动的 gas 会很贵。好，那刚刚提到的 Chainlink Automation，它，我自己算，我个人用起来觉得它算是相对最平衡的。对，就它，使用上是你必须要自己去 deploy 一个 smart contract，然后去实做它指定的 interface，就是会有一个 check 的 function 跟一个 perform 的 function。对，那你的合约里面如果有条件符合才需要搓的 function 的话，那条件检查你应该放在 check，然后它必须要是一个 view function，就我应该要可以从链下就直接得到一个 true 或 false 的答案，对。那 perform 的话就是真的要执行，对。那因为所有的你想要用 Chainlink Automation 的都会自己写个合约去实做这两个 function，所以对于它的那些 validator 来说，事情就会变得相对很容易，就是所有有订阅这个服务的，那 validator 就会定期去扫这些合约的 check upkeep。那如果有看到其中一个是 true 的话，那就会准备真的送一笔上链的交易去帮他就是做点事情。对，那他唯一一个可能不是那么讨喜的地方就是他付的钱是圈令自己的代币，对，然后这个是绑定的，就你想要用 Chainlink 的服务，你就是只能用他们家的币来付钱，对。那因为它的检查是链下的，然后perform 这个 function 会不会被 call，其实是有点仰赖就是这些 validator 的，就是诚实，所以成为 keeper 必须要质押，也是 link 的 token 才能够当，对。那如果有发现说，明明就是客户的，就是这个 view function check upkeep 没有回传 true，但是却有一个 validator 去 call function，导致一些损失或者甚至是浪费或甚至是损失的话，那可能就会被处罚。对，那 Gelato 的话做法就可能会比较去中心化一点，但相对会更难用。它的方案是这样的，就是你不需要去实做自己的一个专门的 keeper 的 smart contract，你只要直接告诉他你具体来说需要被照顾的合约的地址，然后还有你应该要用怎么样的就是方式去呼叫他，就你直接把 address 跟 payload 给他，然后再来就是直接指定说你触发的频率可能是每10分钟一次或每1小时一次，对，那因为它这样的设计，所以所有的检查都必须是在链上完成的。那当然有一种可能是，它确实送了一笔链上的交易去戳，可是因为你的合约并不需要被执行交易，所以导致它 internal transaction revert。但即便是这样的情况下，还是一笔链上交易，还是会产生成本，所以你一样要付钱。对，所以这是某种去中心化可能必然会产生的一个费用，对。但因为是这样，所以你要成为 Gelato 的 keeper 的门槛就比较低，就他不会要求你只押一大坨的代币在里面，对。因为，他不假设有这个，就他没有这个信任的前提，他不是说哦，我是一个诚实的人，我会在链下检查你需要被照顾我才抽合约，否则我就不会跟你收费，而是无论如何我就是会跟你收一笔钱。至于交易成功或失败，不管，反正 gas 我就是收了，对，所以就没有很高的就是成为 keeper 的门槛，对。那这样的设计，其实你会发现，终极而言，并没有真的跟 Chainlink 差很多。就是你来回比较一下，你写一个合约实做这两个标准的 interface，你其实背后还是去 call 你的，
还是去把 payload 组出来，去 call 你真正的那个 smart contract 嘛？对，那这边虽然它只能 call 某一个 address，然后送 payload 进去，但你一样还是可以使作为 keeper contract，在接收了这笔 transaction 之后，再去 call 另一个 smart contract。对，所以这两个实作方式，你可以说，没有什么真的太明确的差异，但最大的不同就是前面这个 implementation 里面有一个 view function，然后它可以让你就是选择性的去戳或不戳，那就很有机会把 gas 省下来，然后 gelato 就没有，就是它的检查就在链上，所以一定不会有争议，就是不会有明明该戳却不戳，因为它通通都戳了。对。那最后是 Open Zeppelin 的方案，这其实就不是很区块链，对，它更像是一个 Web 2的方案。对，然后我有去看它文件，文件里面它也直接很明白跟你讲，其实它底下就是包了那个 Lambda，对，就是某个 Serverless 的服务，对，所以它是最弹性的，它可以让你用链下的条件去触发链上，因为它的 entry point 你喂进去的其实是一段 JavaScript 的 code，所以你可以写一段 JavaScript code 是什么？哦，如果比特币的价格正负移动超过5%，我就要去更新我的链上的报价之类的。对，那它的判断完全是用 JavaScript 去写的，对，所以你触发可以完全是来自链下。那当然你也可以写个链上的，就变成说。你先写一段 JS Code 去链上捞资料，然后把判断做完之后再送交易。对，那但是也因为这样，所以它其实就会需要很多的 secret，比方说它需要你的私钥，然后可能你会有某个就是私有的某个 HTTP 的 endpoint，它要去 call 之类的。对，所以它必然只能是中心化，就是 Open Zeppelin 他们一家。对。但这是最弹性的做法啦，所以对，就真的很 Web 2。那哪一个比较好？我觉得比较见仁见智。可是总的来说，你总是可以在这三个里面挑到一个是有办法满足你这种自动化需求的。对。那我们看了前面那些方案，包括你自己跑或者是给悬赏之后，还有 SaaS。我们最后就会需要去做一些简单的比较，就是哪一个是比较正确，或者说哪一个是比较划算的。对，那如果纯粹从成本考量的话，用 SaaS 它的 business model 是它会把它花的 gas markup 一个价格反映给你，就像 Gelato 是花掉的 ETH 就加价可能好像30%去跟你扣，对，然后 Link 也是很类似的做法，就是它。用掉的那个 ETH 的 gas 会变成，就是加价好像10到70%，的link 来跟你扣钱，对。那就反正按量扣。那同时你可能就会有一个考量是，你也许对于某些比较低重要度的，你可能不希望用这种方式去扣，因为假设区块链很拥塞的时候，这些 automation 的服务还是会照跑，那你可能就会被迫在什么 gas price 是200的时候去被扣钱，那就会蛮不舒服的。对，那liquidation 为什么会是用趴数去看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它就会有某种比例关系，就是如果你对 liquidation 是用，就是像刚刚那些 SaaS 一样是用 gas 去计价的话，那可能 incentive 是不够的。对，所以。那些比较 critical 的就会用，它可能会造成协议的损失的一个百分比去给奖励，对，那就蛮合理的，对。然后，有一些是你去做 keeper 是帮整个协议去赚钱的，那它可能就会是用抽成的方式，就是你帮忙卖收割代币之后，把 x 个 percent 转给 call 这个 function 的 address，对。那另外还有一个也蛮有趣的考量，就会是有一些 function 是它需要不时被戳，但没有一个很特定的要比较频繁还是比较不频繁。那有些人的设计就会是让
搓这个方选的 reward 是随着时间去累积的，那就会变得比较 adaptive，就是说如果现在区块链很不塞的时候，可能那个奖金池累积一下下就会有人愿意来搓它，因为成本低。对，那如果现在区块链超级塞车也没有关系，它其实也不会真的饿死，因为只要没有人搓，那池子里面的钱就一直一直累积，直到终于有办法 cover 现在这个很拥塞的 gas cost 之后，就还是会有人来，就是拿钱。对，那各种设计有它不同的 scenario，那我们会需要考量的就是，第一个是你当然不希望 worst case 有可能是爆掉的，对，但不幸的是区块链就是没有这种保证，所以你只能就是 best effort 就是用你能够想到的最安全的做法，对，那再来就说可能还是要考量一下它到底够不够去中心化了，因为其实我们前面看到就是很多的方案，它其实做到后面你会发现，哎，好像有做跟没做一样，就基本等于是怎么讲，就是你得要相信那个中心化的实体它是会动作的，对，像。Chainlink 就有一点这个味道，那 Zeppelin 更肯定是嘛？对，你选用 Open Zeppelin 跟自己架的差别是非常小的，你顶多是说哦，Open Zeppelin 可能比你这个 project 本身来得更有 reputation，然后可能它的 SOA 比较高级，对，但它并没有解决那个想要把工作给去中心化的这个问题，好，我有时间可以看 code 吗？好像是没有。好，那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看。这是一个实际我有在线上用的 keeper，对，因为我们之前做的一个 dApp，它有一个限制是，它有 commit review 的 pattern，然后你要 review 的话，就一定要在给定的时间内。所以你可能是今天你投标，你必须要在7天之后。回来就是把原始资料、原始的，就是 pre-image 给出来，但你的 window 又只有2天。然后在我们没有整合 keeper 之前，就有很多 user 就是忘记在第8天到第9天出现，然后他全部投票的钱就都不见了，然后他就会就是到我们的各种社群网站去靠背。所以我后来就做了一个这个给他们用，就说哦，如果你没有办法保证你7天之后会记得来。撮合约的话，那我强烈推荐你付一点点钱，就是订阅这个服务，然后你就可以忘记，因为他会帮你处理好。对，那这个用户的满意度就提升了，很棒。对，那大概是这样。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这个很久以前就做，很少很少更新，但还不算死掉的脸书的 DeFi 社团，然后。偷偷小打一个广告，就是我们最近做了一个新的 DApp，顺利的话，可能今年的某个时间会上线。好，差不多是这样。那最后看有没有人有问题想要问。我是不是要开那个？这是哪一个啊？这个吗？哦，对。所以我从上面这开始回答吗？对，就这个问好好，这里有一个问题。Chainlink 方选算是比较类似 Open Zeppelin 的 Web 2 Automation 方式吗？他会觉得自己不是，因为他的判断仍然是在链上的，就是他链上 user 要自己实做那个 interface 嘛，就是你会有一个 check upkeep 的这个 view 方选，对，那 supposedly 这个 view 方选读出来是 true 还是 false，应该是所有人都看得到的。所以，如果明明有一个该搓的 function，但一段时间之后所有 validator 都没有去搓，应该事后是可以去就责的。对，就相较于 Open Zeppelin 是，判断的标准不在链上，它相对没那么不透明。对，但当然就是它跟链本身的那种，就是 validator 真的犯错会被 slash 比起来，它惩罚力度还是轻非常非常多。因为它某种程度上还是仰赖共识决，就你这个节点做的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是你的同侪去决定的，而不是一个客观的证据去决定的。
我用这个嘛。好，欸，你好，想请教一下那个 Chainlink 那一边的 solution 啊，它在处理 automation 的时候是都用周期性的去触发吗？还是它的频率有高到说真的它达到像可能价格跑到2000块那一瞬，几乎那一瞬间它可以去触发下面的动作？谢谢。基本上是这样，就是它成为 validator 之后，你就有义务要去监控全部或至少一部分的那些 upkeep， 然后你如果读到某一个 gain 是 true 的时候，你理论上也有义务要尽快的去戳。那至于说它是不是真的是马上，或者说到底那个延迟有多长，是没有保证的。对，但这其实也很合理，因为区块链本来就没有办法保证什么事情，就它可能可以告诉你说它送一笔交易，结果在下一个 block 立刻就是 base fee 跟 tip同时爆冲，所以他交易就没有送出去。对，所以确实他没有这种就是什么什么 99.9 的 SLA， 没有这种东西。对，但基本上他的设计是假设说我有一坨 validator， 可能有50个、100个，那里面至少会有一个是很勤劳的。对，所以他是用这种方式在思考说他的服务的品质可以到哪里。好，谢谢。那我们上午的议程就结束，那我们下午是下午1点开始，谢谢。下午1点15，不好意思，下午1点15。